跟住嚟到 exercise 九 C 嘅第24条啦，佢就俾咗 tangent theta 二 alpha 五，要你计翻一嚿咁嘅嘢。咁点样计法呢？我哋咧就会考虑上下分子分母都同时除 cos theta。嗱，可以咁样做噶，分子除 cos theta， 分母我又俾一个咁嘅状态佢，咁样除 cos theta。好啦，咁样除完出嚟咧，有啲咩着数咧？分子咪变咗做二 tangent theta 啦，因为 sin alpha cos 系 tangent 啊嘛。好啦，跟住分母啦，分母咧 sin 除 cos 系 tangent 啦，二 cos 除 cos 即系得翻二啦。好啦，咁而家我哋咪可以 put 翻个 tangent theta 落去咯 ，tangent theta 系二 over 五啊嘛。咁即系呢度其实系做紧一个二 over 五加二啦个分母。好，咁上边咧分子就会系四 over 五嚟嘅。好啦，分母睇咩料咯？分母就系二 over 五加二，即系呢个嘅十二 over 五嚟嘅分母系，所以即系四 over 五除十二 over 五。咁如果你去调翻转啦，咁即系话变咗四 over 五乘以五 over 十二啦，两个五约咗底下咧，就会得翻出一 over 三系个 final answer 嘅。